前是讲到这个解，用这个线性代数方法来解这个 difference equation， 我们今天继续看这部分。这个例子是这个所谓这个 Fibonacci numbers 啊，就是 f 零等于一 ，f 一等于一啊，然后 f k 加二等于 f k 加一加上 f k， 所以给 given 两个这个一开始的条件新增同学 given 两个这个已经修肯定选，然后你就可以带进去 f 零 f 一给你，就可以得到 f 2啊，f2 1给到 f2， 所以下面所有都必点啊，所以这个就可以全部这样解出来。那基本上我要找这个你觉得 fk， 我要把这个 in general 的 k， 然后找到这个 fk 找出来。那这个方法我上次有提过啊，有好几种方法可以直接解，用解 difference， 直接用解 difference 这种方法解，或用这个传送的方法，然后用逆传送来解。那我现在是用线性代数啊，线性代数的方法解。所以我把这个 fk 加一跟 fk 连续两个 Fibonacci number 写成这个uk 这个向量啊，然后呢，我就要找这个 uk 加一 u 跟 uk 的关系，我就有一个矩阵跑出来。那这个有两个，是因为这边这个是所谓的二次的 second order 啊，有两个，后面的跟前面两个有关系。那后面的话，它是这个nth order， 这边就会有 nth 啊。好，所以我们再来呢，就把这个 uk 加一跟 uk 的关系写出来。再来把这个UK 加一跟 UK 的关系写出来啊，所以 UK 加一啊 ，UK 加一是 FK 加二跟 FK， 我们要把FK 加二跟 FK 呢。写成这个这个 fk 加一跟 fk 的关系啊，那么 fk 加二照我们前面讲的是fk 加一加上 fk 啊，所以把这边把它换掉。OK 啊，所以这个是 Fibonacci number 的定义换掉，然后呢再把它写成跟。跟这个的关系啊，然后就可以写成一个矩阵的样子出来。然后 fk 加二是 fk 加一加 fk 啊，所以第一个同位等于就是 fk 加一加 fk 啊，所以就两个都是一。然后第二个同位等是 fk 加一啊，所以 fk 加一就是这个啊，就是一，就变这样子了啊。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矩阵，我把这个矩阵叫做 a，OK 啊，那我。UK 加一呢，跟这个是 UK 这个关系啊，就等于啊 ，UK 加一就等于 A 乘上 UK，
好，就有一个矩阵出来了，就是可以用现在这个方法做了。好，然后呢？好，所以后一个跟前一个的关系就是 U K 等于 U A 乘上 U K 减一，就下一个啊 ，U K 加一跟 U K 是这样的关系，所以 U K 跟 U K 减一有同样的关系嘛，对不对？然后再把它换掉，那 U K 减一呢 ？U K 减一等于 A 乘上 U K 减二，对不对？那 U K 减一跟 U K 减二关系同样乘一个 A 嘛，啊，所以就变成，所以 U K 呢就变成 A 平方 U K 减二。对啊，所以再一次带进去，我把一次换到最后的就是一个无穷等于选啊，这边变 U 零，它这边呢，这边就变成 A 的 K 次方 U 零。所以 U 零我有啊，因为 A U K 是 F K 加一 F K， 所以 U 零的话就是 F 一 F 零 ，F 一 F 零在这边就是无穷等于选给你了啊。所以 U 零知道后面的每一个都知道，只要把它继续乘 K 就好了。所以全部都算出来了，就一直乘就好了啊。所以下面问题只是我怎么算这个 a 的 k 次方的问题嘛啊，在算这个东西。那这个怎么算？就用对角线画啊，就把 a randomization 就可以算出来了。好，所以基本上就这样子而已啊。所以把它变成现代数问题，就是只把它变成这个样子。那只要这个 a 是 constant， 这个 a 里面的值都是 constant， 这个 k 无关，我就可以这样做啊。OK， 所以那这边是 constant k 无关，就是这边这个前面这个系数都是 constant 跟 k 无关，我就可以这样做啊。好 ，OK， 所以基本上就这样啊。所以再来就怎么办？我就要把这个，因为我基本上算这个东西嘛，我就把要算矩阵的这个 dimensionalization 啊，所以我就把这个 dimensionalization 算，前面讲过跟 eigenvalue、eigenvector 有关，所以基本上我就来算 a 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好，所以我先算这个 a 的 eigen value 啊，那 a 是多少 ？a 是1110啊，那么扣掉 lambda， 就把这个对角线减掉 lambda， 好，我会把这个 determinant 算出来。好，然后这张这个是等于零啊，这叫做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啊，特征。的多项式，然后再把 lambda 解出来，这个 lambda 就是这个 eigenvalue 啊、哦，所以它有两个根，有两个 eigenvalue 啊、哦，那这是多少？这个是无理数啊、哦，因为你看知道这个没办法分解成这个有理数的分解，所以这是无理数，就这样，把这个算一算啊，2/5 b 加九根号 b 到点四四啊，就是。2/1加根号5个，2/1减根号5，所以这个两个 eigenvalue 是这个 irrational number 啊，是两个是无理数。好，所以我把这个2/1加根号5叫 lambda 外，这个2/1减根号5叫 lambda 2，然后这个比较大，好 ，lambda 外大于 lambda 2，那这个是正的，因为根号5是2点多嘛，所以3点多除到2是1点多。这是2点多，一减2点多是负的，所以这个是负数啊，这个是正数。然后这个是多少？这一减2点多是负的1点多，负的1点多除2，所以这个数是小于1的啊，就绝对值小于1的，这是个负的数，然后绝对值小于1。对，好，那这是1点多的数，绝对值大于1的一个数。好，然后呢，再来我就来算这个对应的 eigenvector 跟这个对应的 eigenvector 啊。啊，这两个 eigenvalue 不一样，前面有一个充分条件，就当这个 eigenvalue 都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一定可以对角线化，对不对？找出来的两个 eigenvector 一定是独立的，对，然后前面的充分条件，因为两个不一样，所以一定可以对角线化。好，所以再来我们就来解这个 eigenvector， 下面就是前面教的解 eigenvector 的方法。好，所以当lambda 等于第一个 eigenvalue 的时候，我要去解这个
我要解这个类型，我要去解这个东西的 A 减掉 A 减 lambda y I 的这个 null space， 好，所以把它带进来。给 lambda y 是二分之一加根号五啊，所以我这边是一减掉二分之一加根号五，就变成二分之一减根号五。对，然后这个不变，然后这个这边是负兰达嘛，所以负的二分之一加根号 ，OK， 好，那这个 range 是 y 啊，就是这两个相关的，所以我就写出来一个 y dimension 的，这是 null space 是 y dimension， 就可以找一个 basis 出来啊，比方说我可以写出来这个。二分之一加根号五的一，对不对啊？就是你把它带进去，那带进去是二分之一减五是负四，负四是负二分之一，对，二分之一减五啊，二分之负四是负二，算错，加根号五，对，这个是二分之一加根号五，然后这个是。哦，对，负二，哎，这个是正，错，这个也算错了。我看看啊，一减兰达，一减掉兰达，没错啊，一减根号五，哎，我有二倍对齐是四，分母是四啊。四分之负四，所以是负一，负一加一是零，没问题。好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null space 一个 basis 啊。啊，这个我把它写成叫 lambda one 一嘛，要二分之一加根号五是这个 lambda one 啊 ，OK。然后在第二，那第二个 eigenvalue 的时候，然后我要算这个 a 减 lambda 2i 的这个的这个 null space 的 basis 啊，然后这个 lambda 2是二分之一减根号五，所以一减掉二分之一减根号五是二分之一加根号五。好，这个矩阵这样子啊，然后再去解它一样，这个 rank 是 one， 然后我们再解出来。那个 null space 是 one dimension 啊 ，a basis， 你可以解一下是二分之一减根号五，一 ，OK 一样嘛啊，这个是负四加负一加一是零嘛，这个这个同样两个小调是零 ，OK， 啊，所以 x two 是 lambda two 一。所以就把两个解出来了啊，我就可以对角线画了。比方说，我这个 A 呢，我可以把它对角线画啊。那这个 S 是什么？这个 S 是你把两个 eigenvector 写到 column 啊，所以第一个 eigenvector 是 lambda 1一，第二个 eigenvector 是 lambda 2一。OK。然后呢，然后这个 lambda 的对角线矩阵，这个对角线是这个 eigenvalue。OK， 然后呢，再来是 S inverse 这个矩阵的 inverse。OK 啊，所以对角线画就这样。好，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变成 k 次方，然后直接带进去这样算啊，或者我们你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基本上。就跟我们前面那个例子一开始一样啊，我把这个，因为我有两个独立的 eigenvector 啊，所以对 R square 而言，这两个是 basis， 因为这两个是独立的，因为不同的对应不同 eigenvalue 的，它那个 eigenvector 一定独立，这个前面有证，所以呢，这两个 eigenvector 是可以 span 这个 R square， 所以任何一个 initial condition 可能写成这两个的线组合啊，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个 U 0这 initial condition 啊写成
写成这两个向量的 linear combination 啊，因为它两个独立嘛，所以一定是 R square 的 basis， 任何一个 initial condition 都在 R square 里面可以写成它的线组合啊。就是你就你就肯定选啊，所以一零，我把它写成 x y x two 的 linear condition。好，我写成这样。OK， 好，然后你把这个这个 c one c two 解出来，或者我把它写成矩阵，就是这个。好，所以我要把这个 c 1 c 2解出来嘛啊，那这个基本上如果把它写成矩阵写成这样子，那个基本上这个就是 s， 这个就是 s， 啊，这个是 s 嘛。好，然后我把这个 c 1 c 2解出来啊，你可以直接把它带进去解出来，或者啊，这个只是解线连接方式啊，或者我把它写成这个 inverse 的样子啊，写成 inverse， 因为这 s 嘛，两边乘 inverse 就变这个啊，所以你把它写成 inverse 的样子也可以啊。那 inverse 因为这 two by two 还蛮好算的，就这个 inverse 啊，后面这块了，这个 inverse 你可以用这个，比方用这个cofactor 的方式算啊。所以分母是这个 determinant， 分子就是这个 cofactor 啊，所以一个是一，一个兰达万，然后这个可以算出来。好，就这样，然后再乘上这个一零。对、okay, ，好，所以就把这 c by c two 算出来了，所以 lambda one 减 lambda two 分之这个乘上这个一负一这个，好 ，c by c two 算出来，好，也就是说我这个 u 零写成 x y x two 的线组合是这个样子啊，好，因为 x y x two。是 span 这个 r square， 所以一定可以写成它线性组合。好，所以写出来这样子。然后呢，我再乘 a 啊、哦，我要乘 a 的 k 次方。OK 啊，我要乘 a 的 k 次方，乘上 u 零。然后你把这个u 零用 eigenvector 带进来。OK， 好，先这样。好，所以第一步先把 U 零写成 x y x two 的线组合，然后我再去算这个 a 的 k 次方乘 U 零，因为 a 的 k 次方乘上这些 eigenvector 的话，只是一直把那个 eigenvalue 乘出来而已啊。a x one 等于 lambda one x one， 然后 a 平方 x one 等于 lambda 平方 lambda one 平方 x one 啊，所以我这个就很简单算。好，所以 a 的 k 次方 x one 就是 lambda one 的 k。x one， 啊，那分母不变。对 ，a 的 k 次方 x one 就是 lambda one 的 k 次方 x one。那同理 ，a 的 k 次方 x two， lambda two 的 k 次方 x two。OK， 好，所以基本上都算出来了啊，就把这 k 次方很简单就算出来了。你去算这个 eigenvector 的话，就直接就算出来了。你再把 x y x two， 因为我知道把它带回来就带进去就解出来了啊，就全部就算出来了。然后再把 x y x two 带进去啊，啊，所以 u k 全部就算出来了。好，所以基本上我把它写成这个 u k 等于 a 的 k 次方 u 零以后。这后面就基本上只是这个对角线化的问题啊，这个前面讲过，所以可以得到
然后这个，好，所以 lambda 1是二分之一加根号五 ，lambda 2是二分之一减根号五，所以全部都算出来了啊。那这个呢，这个是有两个 component 嘛，这个是前上面这个是 fk 加一，下面这是 fk 啊，所以 fk 是哪个？是对应第二个 component， 所以就把 fk 全部解出来了。就把它对一下就好，就第二个 component， 所以这边带一带进来啊。OK， 所以变成 lambda one 的代减 lambda one 的 k 次方，减掉这个是 lambda two 的 k 次方。OK， 就这样。好，那最后只把它写好看一点，我把这个 lambda one lambda two 带进去啊。一个是二分之一加根号五，一个是二分之一减根号五，所以带进去以后就变成，这是根号五分之一啊，那哪万减哪兔是根号五，好，然后再把哪万哪兔带到后面去，啊，最后这就是答案。所以 in general FK 就是这个啊。好，所以这就是 FK。全部 A 大一点的都是这个啊，这是我最后解出来的。最后解出来的。OK， 好。所以没有什么，你一开始把这个 UK 写成A 乘上 UK 减一，然后后面就带进去，所以这 UK 跟 U 零的关系，那只是你要算，基本上就是算 A 的 k 次方乘 U 零啦。那这个怎么算？就是前面教过，就是把矩阵对角线画以后就可以算啊。所以把矩阵对角线画以后就，所以后面都是矩阵对角线画的事情，算出来，算到最后就把它算出来，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后下面这个 component 就是 FK， 就把 FK 解出来。OK， 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基本上只是把那个式子写出来以后，后面只是矩阵对角线画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前面讲过，算 A 的 k 次方的东西。好，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 F 一百，这个式子呢 ，F 一百啊，然后你 k 用一百代，